人想着做啊，你会拜托把张子祥处理掉啊。张子祥，你敢真正喜欢啊？我刚好听错，我是阿关，卖瓜啊！你两个跟我是太，那个彭文雪才是真真正正的瓜小君。我袂遐简单帮你算。剧情进入最后高潮，一定要收看三立台湾台29频道，拜一至拜五暗时八点，《天之娇女》克里斯丹平价保养品。这就是你的招牌，弯弯大福，真正上好吃。三立台湾台《天之娇女》剧情愈来愈精彩。虽然牛小姐相信我是郭秀君啊，我若是一天无甲伊换倒转来，我都要承担伊的罪行。伊特别处理张子祥，你想做无甲动啊？想做明成定界的人，甲你始终一模一样啊！其实一开始恁拄到的何小安，不是我，是张子祥。张子祥，他今把张子祥红叫走啊！啊，怪小姑嘛搞，警方顶有警方咧保护伊，那这个事要怎处理才好啊？到底谁？我是阿关。你不是？卖瓜啊！洪文雪，外面就是你一定哥。你来赶紧精神过来，保险好起来，你们这边枉费我为鬼门关把你救回来，可惜。金博士，金博士，高仁美，我真正不是彭文雪，多谢彭文雪看到平安神，都跟我讲出只有我跟郭秀君才知影的故事，事实都摆在眼前啊！你别再硬拗啊，好不好？不怪那个彭文雪会偷偷通风报信。跟我讲生活，你会想要逃脱，因为那个彭文雪才是真真正正的郭秀君，伊是一个精神有问题的人呢。你不是阿妈？我看好清楚，我是阿关。周院长，麻烦你把我的太太带进警察局，下面有机会，再自我你串通。更加准时收看《精彩大报应》。一阵雨后。